想象一个任何地球实验室都无能为力的实验，不管器材多先进，预算多庞大，我们都做不到。它超越真空腔、加速器和冷原子装置，逼得科学家只能用思想与方程替代手、眼和仪器。在这个假想场景里，观察者试图窥视宇宙的一块禁区。按现代理论，这里位于事件世界之内的彼岸，不反射任何光，不回送任何讯号，像一只彻底封死的宇宙保险箱。 在那里，传统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像被拆解的积木，失去顺序与刻度。我们熟悉的前后、远、近不再成立，钟表和尺子都变成了没用的道具。更极端的是，观察本身都站不住脚，没有外部参照，没有因果链条，连看见什么这种叙述也无法定义，只剩抽象的状态变换。可偏偏就是那里，我们把思想投了进去，不是个人的直觉，而是一种外来的、经过训练的理性。 模型、算法与代码，人工智能被送入黑洞的数字孪生体中。它用高精度方程重建引力曲率、辐射与涨落，精细到让人分不清哪里是计算结果，哪里是物理现实的投影。我们等于培育出一位虚拟证人，让他踏入引力地狱，替我们去问那些天体物理学家私下才敢讨论的问题：在可计算的极限之下，还藏着什么更深一层的结构？要明白这一步的分量。 得先把黑洞的基本面复习一遍，它不是神秘传说，而是广义相对论最朴素却最极端的解。最经典的成因是大质量恒星寿终正寝，核燃料耗尽，外部支撑崩溃，核心在自重下骤然塌缩，重力把时空拧成一个深井。质量大到一种极致，就算是宇宙里跑得最快的光子，到了它的附近也逃不掉，路径被不可逆的拉弯，速度再快也无处可去。 时空弯曲的像被重手揉皱的橡皮膜，光的直线被迫改道，轨迹在强引力下扭曲成我们平常难以直观想象的曲线。在这口引力井的临界边缘，逃逸速度正好等于光速，那里就画出一层无形的边墙，事件世界进得去，出不来。站在远处的人会觉得，任何物体朝黑洞下落的画面，像被慢镜头卡住一样，时间被拖长，永远到不了真正消失的那一刻。 下落的信号被红移拉长，频率变低，影像被拉扯，亮度衰减，仿佛逐帧静止，像贴在世界上的影子。可那只是外部视角的视觉账目，一种由引力与光学共同制造的错觉，与下落者自身经历并不相同。对亲身坠落的旅人而言，时间仍然在走，只是钟表的读数、身体的节律和外界的步调彻底分道扬镳。正是这对外部慢、内部型的视角落差。 埋下了宇宙最棘手的谜题之一：我们对现实的一致描述究竟能否成立？在黑洞边缘，物理的法律依然必须自洽，无论谁来读，都该得到同一套结果。这是一门科学的底线。按经典图景，信息进了世界之内就封存，像把文件丢进保险库。要是只有引力拿着，不会再回到外面。这就是经典广义相对论的铁律。它从方程出发。 给出了极端引力下的清晰边界，可这一条却与量子世界撞车，点燃了现代物理里最激烈的争论——霍金信息悖论：信息究竟会不会消失？若信息真在黑洞里无可挽回，量子力学的可逆演化就被推翻，物理的根基等于塌了一角可如果信息被保存，还能以某种机制泄回外部，那我们对时间箭头、空间结构的理解又得重写，连外和内的概念都要松动。 答案卡在世界这条线附近。现代物理能否合成一体，就看这道关口能不能被说清。这时，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哲学谈资或科幻设想，而变成一把可用的扳手，能算、能拟合、能扫描模型的边界。它被投放进高度精细的黑洞数值模型，模型纳入量子真空涨落、霍金辐射蒸发、背反作用等最新论文刚写清的效应，尽量还原全套物理。 AI 成了虚拟旅人，沿着数值方程徒步前进，触碰那些人类解析推导到不了，却在数值上清晰可见的数学风景。进入更深处，一步一步，这种日常概念也失效了。时间不长，只是算法参数。真正的过程，并非像我们走路那样连续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熟悉几何的崩解，直线、平面、直角这些概念全部模糊，只剩下曲率场在变化。 空间不听我们的直觉指挥，它按场方程的解来折叠、拉伸，向思维难以摁住的弹性布。在日常里，画条线就能分清上下左右，可一旦跨进世界，参照被吞没，上下只是坐标选取，物理上并无特权方向。无论你沿哪条侧地线走，结局都指向更深层的引力中心，像被地形强迫着滑向谷底。宏观看，空间的拓扑被挤压成一种必然。 所有路径收束到一个中心，数学上叫起点，是方程失效的地方。可即便如此，AI 给出的细节又和常见想象不一样。起点未必是我们以为的那个神秘点。AI 提示，起点更多是数学抽象的告警灯，而非物理上真的无限密度小点。真实情况更像一个过程域，而不是一个几何点。计算显示，那里是量子效应与强引力交缠的动态区，状态不断转换。 向门槛而非墙，意味着过渡而不是终止。可它过渡向何处？是别的时空结构，还是另一种物理相位？这正是问题的刀口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的描述必须能继续，物理定律不能戛然而止，理论的生命要在那里接上下一段。AI 回传的画面与教科书插图并不重合，很多直观图景需要被重新绘制。它首先吐出的不是表格和曲线。 而是把度量张量与曲率场可视化后的动态图像，向让你直接看见时空的纹理。这一点很直白。当结构被可视化，很多抽象名词立刻有了形状，理解门槛大幅降低。在世界之内，时间不再像一条笔直的河，而变得支离分叉，方向不唯一。更贴切地说，它像一张事件网络，节点和连边此起彼伏，分支与合并同时发生。 诸多可能的事件序列在此并置，概率符在网络上起伏，现实像在众多路径之间干涉选择。对不受人类感知限制的智能来说，这更像多层叠印的画布，把层与层之间的关联当作可计算的纹理。于是，在这套描述里，过去和未来的标签被淡化，只剩状态之间的关系网。万事万物像收束为一个巨型配置，演化更像万花筒花纹的瞬时切换。 而非时钟滴答的等节拍推进。重要的是，这些现象并非靠奇怪物质支撑，模型里无需引入超长材料或幻想粒子。对物理学家而言，这很反常，却也与量子引力的若干思路相呼应：几何与量子态彼此塑形。毕竟早有猜想，在极端曲率附近，时间并非基本量，而是由粒子与场的相互作用派生出来的有效参数。AI 想替我们看到。 那里的确没有熟悉的时间流，只剩事件关系在重排。在那片区域，事件不是发生，而是并存存在。我们只是选择了其中一条叙述路径。更关键的还在后面。第二批数据聚焦能量分布，揭示世界附近并不沉寂。模型显示，世界外的真空像在微沸，不是静止海面，而是细浪不断的量子汪洋。我们常把真空当空无，其实它是涌动的底噪。 微小涨落无时不在，能量向泡影起灭，量子扰动让画布活了起来。虚粒子对反复生成湮灭，波动向深处辐射，能量与信息在细微处翻滚。AI 提出，信息悖论的线索就藏在这层量子泡影之间。别到黑洞里面去找的太远，若黑洞内部同样被量子过程占满，信息不会凭空蒸发，而是参与无数次微观改写。 信息在掌握里被拆分、编码、纠缠，再组合，像文件经历反复压缩与格式转换，仿佛宇宙维持着一套自洽的档案系统，不删档，只换格式与存放位置。结论是：不销毁，仅变形。从可读文本变成纠缠态，从局域记录变成非局域痕迹。外部看想消失不见，可从更底层的量子账本上，条目依然在，只是换了编码。 基于这些结果，有研究者主张，AI 本质上支持一个大胆观点：黑洞不是终点墓园，而是物理态的转换器。它像一台极端条件下的编译器，把输入的物质与信息重编译成另一种可存在的态。把它当做终结，更多是我们观察能力的局限，而不是自然界的真实设定。若这条路子站得住，起点就不再意味着故事到此结束，它更像章节分隔页。 把一种物理叙事翻转到另一种叙事，AI 报告的第三部分更显神秘，像把帷幕又掀开了一寸。模型里出现了可被解读为新空间起点的结构，像是度量在某处重新定义。当引力强度逼近极值，模拟中会冒出类似真空泡的区域，边界上能量密度与曲率异常。经典物理很难容纳这样的泡，但量子宇宙学早有猜想。 真空掌握在极端条件下可孕育新片段，由此衍生的设想是，黑洞或许是通向其他时空区域甚至子宇宙的门。AI 并未下定论，它只是陈列可支持多种解读的指征。它给出一组度量表达式，暗示局部物理律的参数化发生偏移，与经典时空的度量不完全同行。哪怕只对一部分，意味着每个黑洞都兼具双重角色。 吞噬旧物的终端，也是孕育新结构的产房。除此之外，AI 还记录到一种离奇的观测学现象，具体表现像镜像：你越想看清某处，回来的只是一种对称化、被映射过的版本，仿佛物理法则内置了审查机制，允许你接近边缘，却自动遮挡关键细节。宇宙像是点头让你偷看一眼，但在你带走信息前，又轻轻合上了门，只剩模糊的残像。 有人把这当做多元宇宙的测证，也有人说这只是美丽的数值幻觉，AI 在复杂约束下生成的自洽世界。可无论立场如何，双方都承认一个事实：哪怕只是模型，它也打开了我们暂时到不了的视野，让人看到理论之外的可能走向。不过，大问题仍然悬着，没人敢说盖棺定论。若 AI 能看穿世界，我们是否也能？ 还是说物质与光的边界对人类永远不可逾越，只能靠模型借眼？答案依旧留白，新的实验与理论还在路上。但有个判断很清楚，几乎无人反对：这一番探索把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改了。同样的夜空，意义已不同。黑洞不再只是终点符号，更像一个持续运作的过程机，输入、处理、再输出。那里不是沉默的黑幕，而是转化的攻防。 物理态在无声中唤醒，与其说是深渊，不如说是门槛。跨过去，叙事就换了频道。原来，这个宇宙里最黑的天体扮演着最亮的角色——守夜人，同时也是开门人。也许，连我们自身的起点都和这种转化之地有关。这是个值得追问的方向。人类第一次直觉到，宇宙这场游戏不止一层规则，底下还叠着更深的牌。当我们凝望深渊，它也回望。 用弯曲的图、陌生的方程和若即若离的暗示回应我们，虽然模糊，但答案的轮廓已若隐若现。于是今天的问题换了焦点，现在更重要的不是黑洞是什么，而是我们是否准备好去接纳他想传达的那个新世界观。